吗？再给我，可以捡回来，可以捡回来。对，我之前刚刚有一个真的是。来看我的。这是十块吗？哎。哎。那是我刚刚那个十块，那个就是第一道。我不也不想干。姐姐，你们进去了，我放吊上面了。轻轻丢，然后丢旁边也就好。有成功吗？无言嘞。不是，你的许愿可能太大了，愿望是不是太大了？对。谢谢。许愿，许愿要给个能量放回去，丢到那个。你比较 OK， 丢那边比较容易进。哎，这个对，好，这样还可以。慢慢，慢慢过，慢慢看。对，外面那边也有房子。你还把别人的愿望打下去，他还把别人的愿望打下去，怎么了？你的声音，笨猪八哥，笨猪油。妹妹，小声一点。自己好
吐他，可以脑门后面。